今天我们到亚特兰大北部的一个农场参加原同事的聚会。我以前的那个公司叫 SunTrust， 我经过很多年，现在叫 Choice Bank， 然后经过 COVID， 大家在家上班，很多同事都两三年没见了。这次有个机会，大家总算可以聚到一起。在丘加佛夯嘴的上面，我们一路开过去，都走出了它的 exit 17， 到达下面第一个红绿灯，然后在这儿向左转。这里已经很偏僻了，再下去第四个红绿灯就是 Outlet Mall， 以前经常从这儿过。左转过来以后，就进到算是乡下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叫康密，它正在大兴土木，这是大有发展的地方。就这个农场买了以后，等以后发展下去，慢慢的落下去。单线两车道，双向是四车道。可以看出这里已经比较偏僻了，这里的房子大多都是一层，而且地相当的大。我就一镜到底的拍到啥是啥，给大家看一看。天气是真的挺好的，早上起来还挺冷的，有-19°，但到了中午太阳出来以后就比较暖和了，差不多有-20°左右。到这个小路上面就是双向只有两车道了，也没什么车好。我们到了这个湖上面，这个湖差不多一大半是这个农场的，这个农场总共有102个英亩，它是个码头，停了两条船，是电动船，可以开在湖上钓鱼啊，但今天大家都没有收获，看下次能不能多点。这是老蒋正在给我们辛勤的烧烤，好，现在开始吃饭。大家带来了很多菜，像是烤的加上烧烤。啊，鹏哥和波正在指点江山。吃完饭以后风比较大，
第一轮要走，走之前大家来一个集体照，这么多人坐在一起也不容易啊，摄影师都有好几个。好，照。好紧张的，这张照片。逮住了。我也站到这边了，大头站在。从左闪过来。刚才也就是看到嘛，一瞬间。下山的时候真漂亮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去了。好，希望有机会跟大家再聚。也许大家。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评论，一键三连。去。我。